这是瑞都克纳丽都运河，它是一条连接加拿大现任首都渥太华和旧首都金斯顿的运河，1832年就开始通航了。沿着200公里的丽都运河看了一下，丽都运河的1号到8号闸，北回山庄的东面，这是渥太华河。这是第一个闸，然后拾级而上，有8级在这个地方。是人工开启，然后呢，通过市区向南，一直向南。向南40多公里，我们在这个地方休息了2天。这是丽都运河的省立公园，在河边上。早晨的咖啡，咖啡。继续向南到欧斯莱纳克。26到27号砸了一脚。Oslilax，这原来是一个瀑布，这个桥和闸是可以开的，旋转的，有吗？旋转的地方是上游，是下游，还是人工开启？1个、2个、3个、3个门。再往南是29到31号闸。这是史密斯瀑布，控制的工程设施不错，大家也很休闲。这还有游泳的地方，那边也可以游，而且那个桥那是个岛，那相当于一个岛一样，然后呢，那还可以到那儿去。上游、下游，有船过来了，这个门有点古老了，木门。所以有点卡顿，然后上游就开始放水，水放满了，那个船就可以进来。再往南，我们到 Narrow Lake 撒了一脚，Narrow Lake 叫泽坝，35号吧，一个小桥，一个闸门。这沿途这个丽都运河，这儿叫做泽河、泽闸门。继续向南是 Newboro 36号闸。这是纽博罗，很多年前王子他们在那个角落的考特吉里头耍过。今天我们来看哈，纽博罗是一个 lock，是一个闸，好像是36号闸。啊，两个小伙子准备操作了，正在冲水，门打开了，出去了，下头的在等到上。我们在这附近的。Murphy's Point 森林公园住了一晚。继续向南，最后到达 Kingston Mill，就是金斯顿的最后的46到49号闸。由此呢，就连接到了安大略湖，安大略湖又通过劳伦斯河连接大西洋，整个航道就连接起来了。大勇准备要搅一下，哦，你摇它要动哦。这是下头，这是上头，所以现在丽都运河基本上就是一个旅游航道了，没得战略意义。丽都运河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，所以说每年有拨款，因此维护的还不错。Told you so. This is how we get off.